剧播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一起去陪着追，还是？我一定会去看的，我一定要去看的。会发现可能平时自己在拍戏时候看不到的一些点，其实我是非常的期待的。会看一些大家的反馈。大家的反馈的话，我其实看的比较少了，但是我的话可能会更沉浸于这个戏的这个带给我的剧情，带给我的快乐之中。